专属的。当然。很好，有用心。味道合格，但是没有依照用餐者的食量。有，总经理，我这次有准备。这是我另外烤的吐司变薯条，让总经理办公到一半或是肚子饿的时候，随时想吃都能吃。而且它无论搭配咖啡或是茶都百搭，大人小孩都爱吃。咖啡凉了，换一杯。总经理，空腹喝咖啡对胃不好，还是我们先吃饱之后再来。又不是小孩子，动这什么东西？既然你送上门来，别怪我把你宠坏。你是真心希望出发过来，你管我们之间推着。